口味。呢两款旋风分别就系华珠格格旋风以及方世玉旋风。自从华珠格格同方世玉播映以嚟，一直深受观众欢迎，牵动男女老友嘅情绪，带动工商百业嘅潮流。劇中人物好似小燕子、赵薇的声音影踪在市面无处不在，同香港市民的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可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到了今晚两套剧集不约而同都是高潮大结局。在这个晚上，我们诚意邀请到《还珠格格》剧中的演员同大家欢度这个晚上。各位观众，《还珠世玉结局夜之格格戏斗小和尚》现在开始。大家好，好耐冇见你哋啊！大家好，大家好。咁今晚咧，格格戏斗小和尚咧就会由我林伟臣啦陪住你哋，同埋一啲嘉宾咧咁啊一齐度过嘅。高兴唔高兴啊？哇，冇反应，系高兴俾啲反应就得噶啦。点啊？有咩反应啊？系今晚有咩嘉宾？你哋知唔知？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噏多几个嚟听下。B B 啦，吹 B B 啦，唔係點會出嚟啫？唉，冇錯啦，要邊個？唉，要周杰啦咪？要周杰就有周杰。好，二號。唉，啊，你好。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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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果然係誠心本本。大家是不是應該覺得他應該見到我應該請個安呢？请个安，主持人见我福大爷是不是应该请个安呢、啊？请安、啊，对不对？请个安吧，请安。大家好，我系怡康，怡康，怡康，怡康。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哦，谢谢谢谢，话筒没声好，哇，话筒没声好，好听好听。OK， 唔該曬周杰。跟住我嚟要介紹呢個咧，亦都係非常重量級嘅人馬嚟㗎嚇。咁咧，啊，差唔多估到係邊個啦嚇。佢咧首次咧破天荒嚟香港為呢個戲咧宣傳嘅。咁我哋幾經辛苦咧，結果都真係請到佢嚟啦。咁佢係邊個咧？是誰呢？咩啊？國語啊，國語啊，點講啊？大聲啲，如果唔係唔出嚟噶。小燕子、趙薇，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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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大家，就坐先，就坐先，就坐先。係，係啦，好乖，好乖，唉，個個都好乖。哇，好乖好乖，系啊先啦，系啊，今晚咧可以尽情尽兴，好嗨都得噶，但系就要守秩序喎。嗱，你睇下我哋啲 fans 系咪好守秩序先？系，有咩想同我哋讲？即管讲。听唔太懂广东话。我帮你翻译国语。冇问题，我系 Vicky， 非常高兴到香港来跟大家见面。我想大家老看我的电视剧，一定对我的本人很好奇，也非常希望见到，所以这次我的愿望也满足了。很谢谢大家这么喜欢这部戏，这么喜欢我们，多谢多谢。好啦，我知道咧，赵薇今日咧真系好开心，佢啊知道可以见到你哋啦，咁所以咧，佢专程咧带咗一张咧亲笔签名嘅 CD。他就想住送俾你哋嘅，但系你哋咁多人咯，系嘛？对，但是呢，他们说这只有一张，所以必须要让我出一个成语，而且是《还珠格格》里面的成语，让大家来猜，猜对了我就把这个呢送给他。我们广东话很不好，请大家竖起耳朵听哦。上丁上丁，下丁下丁，左丁左丁右丁右丁，中间中间，猜一个动作。哪一位？那个，那个，那个。凹痕，凹痕，对不
真的很厲害，好嘢，好嘢，好嘢。好，跟住落嚟咧，我要介紹另外一位嘉賓俾你。哦，呢個嘉賓咧唔可以講得係咩大人物，實質真係小人物嚟嘅啫。係，但係咧你唔好睇小佢啊，因為佢咧係來勢洶洶嘅。佢出場咧都要咬好多位嘅，不如我哋退後一步，真的退一步嚟。咁厲害啊！我們有請小和尚。啊！上座。大家好，你是谁？你是谁？我可是真命小和尚。你自己叫什么名字？我叫曹俊。哦，叫曹俊啊吓。咁啊，曹俊咧嚟紧嘅时间咧，即系听晚开始咧，就会喺我哋黄金档嗰度咧，就播出你嗰出戏噶啦噃吓。你有啲功夫仔要耍出嚟嘅吓。咁你有几岁啊？我已经11岁啦。哦，11岁啊，家下。你几重啊？我睇你啲拳都好有分量喎，重唔重啊你？不告诉。即几多岁你肯讲，几重你又唔肯讲，系咪啲三围嘅秘密啊？不告诉你。不好意思。抱起咪知啦，系嘛？抱下睇下先。哇！很轻的，不重的。哎呀，咩唔重啊？周杰，你试下喂，你试下，哇，好重噶呢件嘢。哇，乳猪咁啊！哎呀。多少斤？就好可愛啦，係嘛？眼仔碌碌咁樣啦，好刁蠻啦，每一個人都俾你鬧過啦，係嘛？咁啊，今日你上到嚟節目咧，我就託即係俾嗰啲俾你鬧過啲人咧，就託我話上嚟整蠱下你嘅。咁但係冇辦法，我都唔會整你嘅。但係咧，這一關一定要你過嘅。咁就係咧嗱，我哋播《還珠格格》嘅時候咧，都有啲配音組嘅同事幫你配好曬音嘅，出街大家都聽得明啊。佢廣東話如果做戲講對白，唔知道會點啦嚇？想唔想聽啊？好，嗱，呢一啲咧應該喺你嘅戲裏邊成日都有講噶啦，不過就係國語啊，係頭有一個，命有一條，你想點呀？唔得，但係要刁埋啲好唔好啊？好，係3、2、1 ，rolling， 3、2、1 ，action。頭有一個，命有一條，你想點嗎？好似就講曬啦。哇！另外呢一個咁多謝啊！咁多字定咁多謝？一言計錯，百萬難追。啊不，百千萬難追，再加哥哥打定。唔睇你呀！好，再嚟一個，呢個難度更高嘅，一定要刁慢啲㗎嚇。好啦，準備啦。阿姐我。阿静，我唔发宝，你当我病猫啊？飞个两声，你当狗飞？应作细雨单本跟青竹呢不得。我谂咧，就算俾佢闹咧，都唔会好嬲嘅。好啦，咁啊，即系呢个刁蛮嘅一面，我哋见过啦。咁柔情嘅一面，唔知又点样演绎呢一段对白？我嚟試一試啊！阿姐，我唔發火，你當我冰貓。飛個兩聲，俾你當狗吠。應該塞魚蛋，跟着你跳層啊！我的廣東話實在是太糟糕了，所以我今後就當大家的國語輔導老師吧。你咧唔好眼望望，淨係望住人哋喺度講廣東話啦！你嚇，你識唔識講？不會說。你識唔識聽？咁你喺度做咩？好易通啦嚇！為咗今次嘅台灣地震啦，咁就啲災民咧，咁就捐10萬蚊出嚟咧，就叫小和尚去表演一套跟住音樂耍嘅拳。你有冇問題先？有咩問題？沒問題。沒問題就麻煩。就是打得不好，請大家多多原諒吧。
嘅音樂梗係難佢唔到啦，日日練功亮王飛鴻係襯底嘅，我諗佢。喂，哇，果然厲害啊！而家係藍色多瑙河啦，唉，耍得太勁啦，係啦。啊，遊嘅遊真係搞得掂，好，整啲小燕子嚟睇下。是你走回兩個圈先，三圍是28 20 25，好啊，好啊，接下來就麻煩很普通將這10萬元的支票就交給小和尚代為接收的。好，咁我哋亦都有請啦，中華旅行社嘅總經理鄭安國先生出嚟接受。係，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大家要記住啦，聽晚開始啦，我哋黃金時段7:30將個電視機擰著去咧，就會見到佢。佢係邊個？知名小和尚。哎呀，知名小和尚。真命小和尚是一套古装武打剧，由小童星曹俊演出主角少林小和尚。不过这个和尚仔绝对非比寻常，他鬼马多端，机智可爱。他除了同皇族有关，还牵涉入不少奇难杂案之中。看下小和尚怎样拆解这一批难题啦。眼真係好刺激啊！係，反你反你反你，阿啦話明咧，格格氣鬥小和尚啦。咁當然咧，我哋呢個環節咧，真係要氣鬥佢兩個嘅。咁啊，試下佢哋啲眼力啊、智慧咁樣嘅，係嘛？我哋準備咗啲嘢咧嚇，就考下你兩個嘅關於氣嘅問題，有冇問題？有冇問題？冇問題嗎？馬上開始啦！啊，冇錯。这个我觉得很不公平啊！哎，什么？这个赵薇她这么大，人家那个那么小。他跟我说他很小了，以大欺小嘛。他跟我说他很大了，那我是你一个男的吗？你说他脑袋还是说？所以呢，我觉得我要帮助他。哇，真的很起精神，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哎，我一睇就知道冇问题啦。我哋睇下第一条要考你嘅究竟系乜嘢问题，好冇？赵薇嘅古装扮相出现过几多次？你冇理由唔知嘅，自己嚟噶嘛？三隻啊！隻眼又大喎。開股一次、兩次，答案係三次。馬上咧就有豐富嘅獎品啦，就係咧好易通中咗嘅頭獎系列電腦詞典一部嘅嚇。啊，下題。小和尚出現過幾多個唔同嘅造型？谁按的？我你按的，不是小和尚按的。好像三个。三个嘛，我们三个嘛。几多个？三个。开股就是皇帝、
同和尚。答案是两个造型。咁啊，當然要懲罰下噶啦！我哋崩佢，唔好再答錯啊！我應該爆啦，下一次應該嚇。好嘛，好啦，你答錯，你話我知話我啲。好啦，下一題睇下究竟要考你啲乜嘢？小燕子同永琪嘅合照出現過幾多次？出現過幾多次呢？四次，有啲話五次。剛才佢哋話，頭先佢哋嘅答案就準過佢哋嘅，你自己考慮清楚啦。四次吧，因為也有三次，也有五次，乾脆中間好了四次。開估，一次，兩次，答案係三次。就是三次的，咁換言之咧，氣球咧就會變。擋住，唉，擋住。好啦，仲有一題啦，睇下邊個爆先啦嚇。邊種食物是小和尚不吃的？哇！停咗呢個勢，停都停咗個畫面。好啦，究竟？乜嘢食物係小和尚唔食嘅咧？三，要講出要講出嚟邊種食物？兩次。邊一種食物？哪一種咧？一個龍蝦，一個龍蝦，一個烤豬。開估，答案係乳豬同龍蝦。答中咗嘅，當然即刻又有獎品啦！哇，越嚟越豐富啲獎品，係真人立體聲雙插卡式電腦磁碟。哦，好啦，咁咧遊戲玩完啦，我請阿周傑同埋阿趙薇咧就出嚟呢度，咁咧就做一個少少簡單而隆重嘅儀式。係，請呢邊，我哋請埋咧香港台灣工商協會嘅代表潘會長，佢哋咧就捐出100萬。就為咗咧台灣咧地震嘅災民咧而做一個帶頭嘅作用，希望咧經過我哋今次嘅捐款，咁啊贊助阿趙小姐咧一陣會唱首歌啦，小燕子唱歌啦，咁就希望有一個帶頭嘅作用，係咁咧令到更多人去關心呢件事，更多人去捐款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好嗎？好。跟住我哋而家咧就要請中華旅行社嘅總經理鄭安國先生出嚟接受呢張支票啊！台灣發生地震之後，香港市民同埋呢個香港政府表示咗佢哋嘅關懷同埋愛心，使到我哋得到好多嘅温暖。我相信咧喺香港嘅市民的關懷之中，台灣的災民能夠很快的能夠重建他們的家園。多謝各位，多謝。贴着心，感动的泪光 ，Email love， 分分秒。
此刻就在我的身旁，已没有了。对着流星许下了愿望，从此不放。I don't wanna be with you forever。你说吧，你。志薇小燕子，哇，好好听，好好听。喂，呢边辛苦晒，辛苦晒，前座，前座，前座。好啦，请坐，请坐，请坐。咁啦，吓，都有咁多观众喺度，咁啊，坐低休息下，倾下偈啦。相信你哋好多问题想问佢啦，系嘛？咁我代你哋问住一啲先，好嘛？其实喺戏里边咧，你哋即系学到一啲乜嘢，或者得到一啲咩，失咗啲乜嘢咧？失去了很多头发。哦，而家都生翻出嚟啦。对，然后呢，用呢个头发去换钱。没有，就是其实就是得到了很多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得到了很多友谊，嗯，能够合作，大家合作的友谊，还有这个跟工作人员的这个友谊。对，咁其实你怕唔怕咧？呢、这个角色咧会即系深入深得滞咧，即系令到你定咗型，变唔到其他戏路咧？嗯，其实这个我不是很担心，嗯，因为《还珠格格》在碰到这个剧本之前，我当然了没有碰到像这么好的剧本了。之前演的一些角色都是非常非常内向的，像我自己觉得我是双鱼座的人，我的个性会有两面的，我有时候可以很疯狂很快乐，但有时候难过的时候也谁都没办法让我不开心起来，我也都有。所以我觉得演员就是要把自己的各种喜怒哀乐把真实的融入到你的角色当中。我相信我如果下面接的角色是跟小燕子完全不同的，我一定会带入新的状态进入我的角色，所以我只是向观众有耐心等待我的新作品这样。香港到了几次？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了。哦，第一次来香港，那感觉怎么样呢？嗯，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好像非常清洁，人的像一些像观众的一些文化素质都是非常高的。哇咁今日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咁首先咧就多謝曬三位特別嘅嘉賓啦。你有冇嘢同觀眾講啊？我一直覺得在香港是有我很多很多影迷朋友很支持我的，所以我也感謝這些為我辛苦的演員社的，三位嘉賓可以得到康道神豬腳粉包子粉。而現場嘅觀眾亦都可以得到康道神之禮包同埋家樂牌調味快速食品禮包嘅。家庭嘅觀眾咧，亦都要記住收睇啊呢個大結局啦。咁亦都咧可以參加咧睇還珠得巨獎呢個遊戲節目啊！壓軸巨獎包括有好易通送出港幣20,000元電腦詞典套裝、
Picabel 多媒體電腦，嘉德士送出 Super One 超級無源汽油一噸。問題就係蕭劍送咗邊本名著俾小燕子呢？記住，截止時間係聽日下晝3點。阿静，我不保，你当我病猫啊？逼个男生，你当狗逼？应作细雨，当半根青竹奈不得。头有一个，命有一条，你点吗？头有一个，命有一条，你想点呀？